唱错的，这个是他音色，这不对啊，这错的，能够处的都可以啊，哈，比方说这是贝氏嘛，负三 s 平方除以六 s 平方，能够处的都可以，这个可以把它提出来 ，x 括号 s 加一，那负 x 跟 x， 这就是因式。我这都对的，啊，公因式把 x 减二拿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有公共的嘛，所以这是 x 减二。这乱写的，这改77，这改22。那这减二乘七乘二，那中间应该要28，所以中间不对啊。三括号 s 平方减36，那这个改成一加乘一减，这对的哈，所以大家选出。何者不正确？这应该等于 y 减 x 括号的平方。也做错，其他都可以用交换律来解释一下，或是分配律把它乘开也可以，变正的是对的。然后这里是 3x 减去二剩下的面积。这是减四嘛，3x 平方减二的平方就变成3x 加二跟3x 减二，所以这个就是矩形那这是平方啊，这两个把它乘在一起 ，x 减一括号 x 加三会等于 x 平方减一加三要加二。我们去对照，所以 a 等于二 ，b 等于负三，然后 a 加 b 等于负一，这样。那何者正确？就是看谁对谁错哈。三分之一 x 三，然后中间是减法，这是对的。这是对的。然后这里，它提九分之一哈。它提九分之一就是除以九分之一，这个是对的。除以九分之一就乘以九嘛，到这里这也是对的，所以叫两人皆正确。底跟高都是，那我们这里就把它提出来，把二分之一拿出来，就变成什么？九 s 平方加十加四，九可以拆33嘛，四可以拆22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底层高啊，中间就12嘛，对不对？326236，那就中间十二。所以3x 加二，所以三跟二，所以 a 加 b 等于五 ，a 加 b 等于五。那这 x 减三不要动 ，2x 减一不要动，这里把它提出来。变加的，然后再 x 减三，这叫变号然后再来就是重复的 x 减三，重复的再加 x 减三，把这个抄进来。
所以就变成 x 减三括号5x 加一，对，这因式，它的因式有什么？有 x 减三跟5x 加一。那既然是 x 减3x 平方减 kx 加一，那等于 x 加一的倍式，对不对？倍式就整除嘛，所以我在这里当它是零，x 等于负一嘛，丢回去，三括号负一的平方减 k 乘以负一加一也要等于什么？等于零，所以这是三加 k 加一，k 等于负四，k 等于负四，你要把它再算回来，再写一遍，3x 平方减负四。x 再加一，把 k 换掉哈，所以 3x 平方加 4x 加一，那我们用尺子哈，3111，跟中间一样嘛哈，符合公式就整形了，在 x 加一跟 x 加一。3x 加一跟 x 加一，这是它的分解哈，这就是答案。那这个说了嘛哈，25是55，是40，5x 加四，5x 减四。把四提出来哈，里面变这样，就可以整理啊。那这里把三减 x 变成 x 减三，这要改加法。那 x 减三这是共有的，那就 2x 加一 x 加四哈。2x 加一 x 加四，所以是 3x 加五，这就九嘛，9x 加一的平方，一加乘一减，平方减平方，平方减平方，一加乘一减，这 x 加16，负 x。所以这应该写负 x，负 x 在前面，单项式在前面了哈。这样，收取 x，那这我说了，平方减平方，一加乘一减，三个加一个。这是 4x 加一，然后这是 2x 加三，16甲，那就是16x 平方，24个 x，边要六张。那他现在是说，我拼正方形。那还缺多少？那边长是多少？好，那这里我们来看啊，如果是16x 平方加 24x，你为什么16不要动嘛？它是4乘4，它是2乘4，24的8，8三二四，这里应该要9啊，3的平方要9，后面要放平方啊，9在这里呢，那我要再加几？我要加三，所以我要再拿三片饼，对不对？那符合公式的话，就变整形，4x 加三的什么平方，就变成它的正方形，名字
掉4x 加3。所以边长 4x 加3。分解成 a 括号 x 加1。一次也是它的因式。好，那我们先拆这个嘛。5×2=14。那要差3嘛，就41。负的正的。所以是5-8=-3。OK。所以这应该是 5x-4×2x+1。5x-4×2x+1。那A 为一次，且为它的，那就把 A 找出来。好，这我已经解完了。5x-4×2x+1。那这个东西你就直接除嘛，2+3+1，对，乘1+1，这也是1+1嘛。所以是2+1哦，2x+1。这 A 的部分哦，在第一个因式分解。你都要把它打开，因为这前后看起来不一样。x^10x+25，减4x-16，所以是 x^10x+16x。25-16=9，刚好符合公式刚好符合公式 x+3的括号平方。那要97+5，这个就是97啊 ，x 要带97。所以97直接加3，带平方，100的平方，10000。因为这里都是把这个 x 换掉的意思啊。最后这个 AB 除 C 是 2x+(6x)， AB 除 C 是 2x+(6x)。张方形，这是面积 C 除10x-30，这里共用边 2x+k。 好，所以 2x+(6x)， 把 2x 拿出来，那这 x-3， 那这 10x-30， 把10拿出来也是 x-3。它要 2x 对不对？你看它是 CD 要 2x， 你这里本来这 x-3 可是要把它改成有2在里面，然后我们就把2乘进去啊， x 括号 2x-6， 那是5括号 2x-6， 再拆5×2嘛，二乘进去，这样比较清楚。所以2x-6x-6，那你的 k 就是-6 ，k 就是-6。那 a 到一是多少 ？a 到一是全部，全部就会把剩下的加在一起啊。如果再加2x-3、2x-6，那这里是 x， 它这是5，所以这边就是 x+5。A 就是 x+5。
看一下，它这里是重复的，那就把这里加起来，就是这个 S 加5，这样可以吗？加油！